岁老师的处理真的是在那个教评会的比例吗？这个案子各位听到这边从头到尾都还没有送到教评会，所以关键在校长，关键在校长有没有去按这个开关，没有按这个开关根本无效。所谓的教评会位阶行政老师比例要低于二分之一，家长团体一直说这样子叫做加速处理不适任老师，错，他只是让不适任的校长更有能力能够包庇不适任老师。蔡英文、苏贞昌、林万益、潘文忠，你们联手恶修的教师法，让老师成为社会猎物的对象，你们把老师抓出来记起，老师会记得这一次的教师法恶修。掌握了权力之后，他反而可以去用他个人因素来掌控整个教育会，让整个教育会会完全走向他有主导的方式。不要为了倒行倒水把我们的英文搞掉，各位，这次的说法最大问题就在这里。我们非常努力的在处理不适任教师上面，我们一是第一个站出来高声疾呼，我们不但努力，我们甚至帮忙想的办法就是专职会。